爸我妈回来了，村里边来个车给送回来的。是安全着陆了，这是安全到家，回来回来吧。谢谢领导舅啊！是我妈的。这是。您那啥呀，妈？这米啊。哦。啊，那行，老舅。就是这个。行，捎过去吧，老舅。对，捎过去，捎过去，你这家挪了。捎过去吧。搁手拎着吧，不能你就搁这两天跟老爷老太给冻坏了。来，妈，你快点。啊，米面粮油都来了。媳妇儿，我来吧。我来吧，你先下油。妈，铲子给我吧。哪个城给哪个给我。我叫你那楼里去。哎呀，挺有劲儿，夏哥呀，整几趟了？太高了，一趟。继续。哎呀，气喘吁吁啊！还有心劲儿拍啊！那接接那小伙子。行，扔地，我拎那个包来。没事，媳妇，那我一层。真有劲儿，那我再下去了啊。你看爸的腿啊。嗯。安全着陆了，爸。就穿棉鞋啊！我爸这棉鞋，你看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穿过这个棉鞋？你咋还穿呢？哎呀妈，这些东西！哎呀，这后边还有，我看看那水。啊，这个是水不黑了，行。看风气热不热？这热乎的吧？怎么？那咱搂抱。苞米你要不要？不要。苞米不要。你放哪儿了？放妈。说妈这冰柜里吧，要不要吃饭呀？给拿两斤吧，小米要不要？看你俩逛城回去，我开车回去。啊，开车回家吗？那啥呀，王良？这好像是做点肉馅儿。脚馅儿。归这里吧，脚馅儿。那脚馅儿。这个都是肉。这都是肉。豆瓣干豆。小豆馅儿。干豆拿出去吃，我挠吧，挠吧，在那里吧。哎。这是妈。这都是我的吗？啊，都是你的，来给你。这是来自老妈的爱。哎呀，这又干一桶。整这些呢？嗯呐。妈可吃不了那吃不了。那囤那是又好了。哎呀妈，整这些呢？太多了，哎呀，完了看书。辛勤的小二嫂又开始做饭了吗？做饭了，哎呀，搬家好累挺啊。这属于了锅底儿吧？对，妈搬家了，给咱们改善伙食。我得补我的体力了。你干多也，这不这小二哥干的吗？我也走好几趟，这多高啊！今天中午几个摊儿去呢？咱们不知道几个，整几个算几个吧。这是我昨天买的那个是吧？嗯。这苞米碴子，小二嫂这小刀工行啊啊！又开裂了啊！这家伙这丝儿切的，走，小锅里炖的排骨，排骨干啥？干炖呢？炖几根粉条吧。啊，两根粉条。行。哈喽啊，小刘同志。哎呀。小刘，你看小刘，迎接外国来宾呢。Hello， 哎呀，妹夫，还买饮料呢？我买了，都买了。来，你也买鸭货了？哎呀，我给你们买的。来，来呀！哎呀！哎呀妈，真知道亲呐，这他妈真知道亲，真认亲呐！哎呀妈，都买了。哎，快进屋。又买这些东西啊？下回啥时候来呀？再买点。下回呀，天天来。我妹夫。今天没有班啊？没有，明天上班。哎，没上班啊？想不想二舅啊？啊？这么大。想了吗？来家带啥？哎呀妈呀！一个是。给这一个。给生活比个耶！你现在穿上这衣服，你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呀！看我这小二外女多。哎呀妈呀！小单品女生。来个谢姐。哎呀妈呀！哎，验一个，哎呀，搁那臭美了一点。还待哪儿呢？妈，你找啥呢？菜，菜得活上吗？什么？这小菜太丰盛了。没整完呢，排骨也快出锅了。小红肠，小鸭肠，小锁骨。这个。我儿妹还买烧鸡了呢。这鳕鱼啊，卷菜。来看锅里这俩小排骨，小排骨出锅，快出锅了。这颜色，一个小鳕鱼 ，OK。小肉啊，这是，走肉。好饭了，好饭了。哎呀妈，这钱儿扔你这干啥去了，人啊？都等我这道菜呢。哎呀妈，开始。几个菜我尝尝。来，
吧。二四六，十全十美啊！迎接老妈回家，不客气。快不？哎呀妈，中间有这玩意没他妈拿的菜。开吃，开吃。家人们，中午好！小二哥一家人又来了。今天欢迎老爸和老妈回来了，这是城乡结合部又回到了我们海子，给屯子待了40多天，跟老头老太太冻坏了，因为屯子那个气温呢，真不如说街里的温度，始终是恒温的。今天回来准备两个小菜，我妹夫也来了，我妹妹，还有这是我老姑，上回视频看过那个，还有孩子，我老姑在我妈家前后楼住的，还有我们的小公主，哎、小公主，公主，这儿张开饭，张开饭，开饭，开饭。开饭，开饭，叶一个，叶一个，叶，开饭，咱们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老公，吃吧，吃吧，刘星夹菜，那什么，夹菜吃，等我，夹菜吃，刘星吃啊，你吃喝酒你就吃，来，你问我的呢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那一定要立人家刘伟还惦记人亲戚呢，那刘伟惦记亲戚，有点儿，不是。不说站着夹吧，这菜有点远。哎呀，妹儿妹儿，来，递过来，你吃这个。整我自己夹。我都新夹，我能捞着。等会儿我就怕没使了。我也没使呢。有碗的，碗够，碗够。我尝尝咸了。哪个？排骨。排骨咸啊？我那碗就不咸吗？后面又搁盐了。又没加盐啊？二妹尝尝。看你吃吧。你还走着呢？在孩子家呢啊？孩子，弟弟啊，弟弟我回来，来，你跟我来，咱们干杯，来，来，庆祝庆祝庆祝大姨大姨夫，咱们干杯，回家干杯，干杯。挖凉挖凉，凉快吧？凉快。那早饭没吃，早饭没吃，就等这顿呢，不是？嗯。他啤酒不喝呀？嗯，不喝酒啊。嗯，不喝。我这俩妹夫，那会喝酒，不抽烟不？不抽烟。他酒就不抽烟。都不抽烟。这要是闻着烟味儿，就是哎呀，搁哪整这股死味儿呢？你看，长得可好，挣多少钱？不抽烟不喝酒，买一年饮料也不省钱呢。那咱还比酒省钱吧？少不抽烟，不喝酒得费钱。这酒多少钱呢？多少斤呢？刘金呢？人不抽烟不喝酒，抽烟不喝酒都是不是？你干活啥的都是咋找的？打探照灯找这么个人啊？我都那啥，我跟铺上对象才知道他不抽烟不喝酒，铺上才知道。嗯，你这俩故事都行。对，小俊行，小俊那厨艺大好，是不是？那是厨师。那是我妈，我不知道咋办，然后我问我大姐，我说你跟我妈说，太少了。我妈说你干啥？我说刚问我大姐这凉菜怎么办？不行，你那跟我妈说啥？那你那啥，哎，对，你问姐夫就对了。你说你姐夫拌凉菜怎么那么好吃？我说，你说这凉菜是不是拌不好吃，能用它了吗？有机会我一定去趟吉林，不是，去尝尝他做的面。你要尝尝他的面，嗯。不是，咱们来年去。来年，明年就上年，咱们有4小时到了吗？开始4小时。嗯，4小时到了。那啥子，待2天咱就回来吧。平时就是上班，咱们要是上班很难说能聚在一起。上班咱们也吃饭，真的很难聚在一起。嗯呐，吃早吃要说我说的呀，二月他们三个回来，叶子二月给做呀，行不行？带饭。带饭。不会做，你妈现在厨艺咋样了？行了，现在都行了。哪天我给你露一个。你看，你做啥呀？做的饭我白扯。我就是好像没有啥拿手，都行。哎呦我去，这个词儿都行，挺大呀，范围挺广。不是，他是样样头，样样熟。我现在是一笑不好吃。你说我回家吃吧，吃吧，自家菜，拿去自家。老这么着讲啊？笑我，你这到谁家了？就是的。是，离这么近，反正吃也在这小区啊。嗯呐，啊，来的直接说前面这个，啊，后边，嗯，这后边前面属于后边啊，这边是前面，这边是前面，这二号楼。嗯，我搁8号楼。对，8号楼。你搁8号啊？嗯呐，那也挺好的啊。嗯。哎，咱们家中关人，中关人干人不少呀。啊，该人家人多。给人炒饭呢。哎呀，这谁不能去在这儿吗？谁呀？大厨吗？嗯，冬天可多了，都在这边。哪有冬天的？不是都搁东方明月？谁？东一点的呗。海伦东，海伦东的是不是？啊。哎，你俩快到结婚纪念日了。过完了，昨今儿几号？
掌握的没成绩。六号。哎，我说这不，5号昨天给人家那大姐过生日，4号我们俩过的纪念日，我俩就按阳历过，阴历没记住。不是，亮没那啥，没准浪漫一下吗？这也不喝酒，你坐在这家费劲巴力，没有了，忙忙活活你做饭做菜哈。嗯。别嘟噜瞅，两碗饭吃完了下去，再吃饭慢不了，就快。不是，你发现就咱们当兵的，你发现辈分是当兵的，也是那个当兵的。哎，你发现没？当兵的。这要不喝酒，你就感觉你做的菜都没啥意思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在桌子上第一块钱，然后我们几个拿饮料干了一杯之后，没当兵啊？哎，妹妹，你是聊哪？你也是不行，对，是吧？不行，嗯呐，我俩属一个部队。你俩是战友啊？战友。你是前辈呀、啊，战友是前辈。我是那老班长。老班长，你也没当过班长。他俩都是那个，他俩都是那个后勤部那个卫兵的吧？我们是后勤部直属单位。我们也不是烧火的，他姐，他那他二哥是卫兵的。我们这单位活着是200斤。高胖子，你没说就喂猪去吃饭？哎，那刘鑫，你说咱们不对，我是没带够，你带够了吗？一半。那时候你就寻思我妹老妹儿了。回老妹儿家，你为我老妹儿回去了吧？那说笑话，那说笑话，是这事吗？是。哎，那部队多好，吃的好，穿的好，干干净净的。你有一回还说当兵多好啊！哎呀妈呀，当兵多好！来年大学毕业以后，那多遭罪呀！没办法。哎，吃这半日你那么说，起早就起来拎裤子穿衣服上外跑去，是这种吗？那没用，跑到自己心里还是。所以紧急集合还多了。不是我辈分当兵的时候，你是哪届的？02年。02年。那我大你11年。我是零一年。这老班长。2000年01年，跨年我就当兵。水瑞。黑照的，又人黑呀，就拍你的，二舅拍你的。小杨，哎呦，那骑地干去了？咋没等琪琪吃饭呢？那对啊，你让他干啥呀？你不给他落下？拉人等一会儿没吃呢。别吃了，等回来吃饭，给你买好吃的。那跟袁一起吃饭。刘鑫，我儿子就愿跟你一起。那愿跟他玩。咱俩现在一起。不愿跟他玩。给我加点面条子啊！不，来，你等一会儿。来吧，咱们共同举办。感谢你们到来啊！就是感谢，非常感谢，就老爸老妈都回海伦，我们也不用惦记了。好，谢谢你们了。你也喝呀？哎，来，第一大杯子呢。喝干杯！干杯！咱们这样，再见吧。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明天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